七夕忙脱光，弦子、方炯斌暧昧升温，相约共度七夕。昨天，弦子和方炯斌这对同门师姐弟趁七夕情人节前夕，相约观看失恋博物馆特展。同样单身了一两年的两个人，现场是大吐苦水，抱怨七夕也是老样子，只能在工作中度过。不过一搭一唱又拌嘴的他们，看起来倒还真有点情侣相。啊，明天就是七夕了吧？嗯。哎，我明天通告，你要不要来陪我？明天我要工作。嗨，算了，哎，我很就是这么。就是大庭广众之下约你还哦，好好，那我明天把工作推了。虽然方炯斌及时转口，但显然身边的女神已经生气了。在被问到方炯斌是否符合自己的择偶条件时，嫌自己摆出傲气。他哦，不是，会不会太直接？挑选另一半的条件，可能要比较懂得迁就我，因为我太任性。嗯，好 ，OK。啊 ？OK 的 ，OK 的。什么 okay 的 okay 是在越描越黑。就我可以迁就他了。小编点评，这是公然在镜头前暧昧的节奏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